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《无罪谋杀》。丁浅开车来的，三个人上了车，冯远指路。20多分钟之后，丁浅开车来到冯远临时租住的旅店，是一个双层门市楼，三层楼往上都是住户。冯远领着丁浅和徐婉走进旅店，穿过简陋狭小的前台，走上一条陡峭的之字形楼梯，上到二楼，左转来到一间临街的客房。客房大概10平米左右，只有基本的家具。有一个女人抱着双腿蜷缩在床上，头发有些凌乱，半遮脸庞，神情恍惚地瞅着地面，听见门响也没有抬头瞅一眼。冯远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小声地对丁乾和徐婉说道，自从他家遭遇了变故，他就变成这样了，打击太大了吧。徐婉呼唤了一声，刘畅。床上的女人缓缓抬起头，她脸色苍白，面有病态，但依然难掩俊秀妩媚的底子，应该说她算得上十分漂亮的女人。可是她看见徐婉根本就毫无反应。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我是徐婉呢，初中那会儿咱们俩一个班，你好好想想。刘畅看了半天，终于发出了声音，你变样了，比那时候变漂亮了。说话时眼神里也微微出现了光彩。徐婉走到他的身边坐下，老同学又是老乡，外地见面格外亲热。徐婉说，我要是知道你也在平江，我早就联系你了，原来咱们俩离得这么近呢。刘畅说，我在外贸公司做公关，你呢？我是心理医生，你要是有什么困难就告诉我，我能为你做的肯定尽力而为。他的话就勾起了刘畅的伤心事，眼泪不自禁地夺眶而出，抱着徐婉痛哭不止，哭着讲述自己家人的遭遇。徐婉和丁乾都没有打断，耐心地让他哭个痛快，这也是一种精神发泄。等他哭得差不多了，徐婉又是好一通安慰，刘畅的精神看上去变得好多了。冯远由衷感叹，就说，哎，果然还是心理医生管用啊，我劝他这么多天都没什么用，你们一来就药到病除，现在我都听你们的，你们说下一步怎么办。徐婉看着丁乾，还没等丁乾说话，刘畅忽然开口，我要回家。冯远很为难地向丁乾和徐婉解释，他跟我提过不止一次要回去了，可是刚发生那种事情，我怕有危险就没答应。我只想回家看看。刘畅又重复了一遍，声音不大，但态度很坚决。丁乾已经猜到了，刘畅只是信不过冯远，毕竟他没有亲眼看见自己家人的尸体，都是听冯远说的，还是想亲自去确认一下。反正丁乾也想看看，估计这么多人一起去，又是大白天，也不会有危险，便说，这样吧，我们大家一起去，4个人呢，凶手即便知道了也不敢轻举妄动。这样冯远也就不说什么了。丁乾问道，不过我还有几个问题想先问问刘小姐，你可以回答吗？刘畅微微点了一下头，眼神里带着一点不解。你认不认识一个叫薛月山的人？刘畅摇了摇头。那戴志强呢？依然摇头。那你能不能仔细想想，你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接触过什么特殊的事情，或者是行为举止比较奇怪的人？有多奇怪啊？就是他有信仰，但是跟我们正常的信佛信道不一样，有点走火入魔的架势。刘畅有过片刻的迟疑，但马上摇了摇头。没有吗？没有。哪怕是你不确定的也可以说说。不，我很确定，没有你说的那样的人。哦，
丁乾没再说什么。冯远在一旁看着糊涂，忍不住就问丁乾：丁医生，你问他这些做什么呀？难道跟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吗？这小子虽然不是警察，但早已深入案子，甚至跟凶手有过面对面的接触，丁乾倒也没瞒他。警方现在认为凶手是一个信仰邪教的人，他将这些被害人砍头插花，也是为了邪教祭祀。祭祀？好像真是这样啊，我记得尸体还围坐成一圈，地上还摆着蜡烛撒花什么的。但祭祀虽然是凶手的目的，不过从潜意识层面来说，肯定有深层次的东西影响他做出这样的行为。我仔细比较过已经发生的三起案子以及你的遭遇，感觉凶手真正在意的其实是第一起案子。在这个案子里有一个关键点，把整个连环杀人案都能串联起来。你的关键点不会是刘畅吧？冯远说到刘畅故意小声，但还是被徐婉和刘畅听到了。刘畅一哆嗦，憔悴的脸上这一下一点血色都没有了。徐婉问道：主任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凶手杀人跟刘畅有关吗？关系是肯定有的，凶手第一次作案其实就是奔着刘畅去的，当时幸好他出差去了外地，躲过了一劫，凶手没有找到刘畅，但还是对他的室友下手了。但是冯远意外插入一脚，让凶手始料未及，不过这并没有干扰到他，他很快调整计划，跟冯远玩起了捉迷藏游戏。那段时间冯远躲在附近旅馆想监视凶手，凶手其实也在附近，这一点冯远倒是有猜对了，但他没有受过专业训练，也没能发现凶手。不过歪打正着把刘畅救了。凶手那段时间呢，迟迟没有离开，他真正的目的是在等刘畅。刘畅出差回来那天晚上，凶手很可能就躲在那栋楼里，他本来以为手到擒来呢，但没想到让冯远闯进来。这家伙更加擅长偷袭玩心理战，而不是面对面火拼。他当时没敢轻举妄动，让你们逃了，但他也给自己争取了时间，杀了刘畅房东一家，拿走了租房合同，防止警方太快确定刘畅的身份。因为一旦警方介入，他再想对刘畅下手就更加难上加难。徐婉忍不住问道：可是主任，冯远也可以报警啊，凶手明知道这一点还杀其他人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无罪谋杀 VIP 版本每天至少更新八集，好听的故事无需等待，直接在喜马拉雅 APP 搜索无罪谋杀 VIP 就可找到购买。有任何问题可以加本集标题我的微信咨询。感谢收听。